OK， 刚刚官方发布了几张美术图，我们现在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一张看起来像木属性也像龙族的角色，叫做敖吉。那讲到龙族又是敖开头的，有没有让你想到某一只角色？没错，就是敖广哦。那这一张敖吉的话，就是敖广的弟弟。讲到敖广的话，大家对他印象应该都还算不错吧？可以转属性珠出来，场上有附加效果的时候还有界王，不止这样，还可以炸板跟岩秒，是一张实用性非常高的龙族哦。那也因应近期很多龙族的队长都是靠龙族珠来回血的，敖广在转珠跟炸板的时候都可以制造出龙珠珠，所以对于那些会回血的队长来说，敖广真的是最好的队员了。那这一张敖吉的主动技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场，只希望技能不要被设计的太烂啦。敖广好歹也是稀有神里面数一数二好用的龙珠卡，大家对于这张敖吉有什么看法？他会不会再成为一张龙类的救世主？你觉得他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来？地狱级呢？战力级呢？还是干脆更大胆假设一点，他是一张全新的实抽卡？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